么可以放冰箱里，放冰箱对它的使用效果以及存储时间都是有好处的，而且使用冷藏后的面膜可以有效地紧致毛孔，皮肤更加的细腻。但是不建议和蔬菜水果混放在冰箱里，避免产生异味。当然备一个专门放化妆品的小冰箱是最好的了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千万不要将面膜冷冻，否则呢，拿出来后无法正常的使用。